是雅玲。那今天很开心，就是获得公司的那个奖励旅游，然后就是我要感谢我的团队老师，啾啾老师跟舒杰老师，还有谢谢我的伙伴们的支持。那希望明年我可以跟我的伙伴还有我的家人一起来参加多特瑞的奖励旅游，谢谢。OK